係話咁今次咧 x 次加十二 x 加三十六咧，如果深水清嘅同學仔都會知道啦，其實佢係 a 二次加二 ab 加 b 二次嗰個樣嚟嘅。咁包括咧 x 係 x 嘅二次啦，三十六係六嘅二次啦，中間嗰部分咧係二乘 x 乘六啊。咁所以我哋第一步咧就開始寫啦，我哋就會係我哋嘅 x 加六嘅二次。好，然後 part B 咧就係、是。前三嚿咧，其實係同 part A 完全一樣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哋做親啲題目咧，尤其啲 hands 嘅題目咧，我哋先將我哋有嘅抄咗落嚟先嚇。頭三個係前面嚟嘅，咁所以咧我哋照抄咗先。OK， 咁後面嗰個減九啊二次，暫時唔知道發生咩事，照寫住先。然後你留意到咧，就係、是、括弧二次減九啊二次。如果九啊二次咧，其實應該都會諗到咧，就係九 y 二次其實係三 y 嘅二次嚟噶嘛，啱啱？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咧，我哋就可以用 a 二次減 b 二次嗰條式咧，就可以係 a 加 b，a 減 b， 咁呢個題目咧亦都順利地完成啦。